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三心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立人天》。师父慧严禅师开示：若是要你的事业工作顺利，不妨我们要向祖先来忏悔，继续来祭拜祖先，才能够重新安定祖先的祖灵。尤其在我们现在社会问题这么样的多，这么样的错综复杂。当祖灵对子女不谅解的时候，最后只有用孩子的精神恍惚，或者是反弹反扑，或者是视线来警告，结果很多家人的不谅解不清楚，反而把小孩送到了精神病院，或者呢怎么样看医生，怎么样医治呢，都是于事无补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当然除了我们平常多诵经之外，我们还要真正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并且呢，借由神佛的力量啊，让我们可以啊，小孩子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这才是重要的问题。新逢我们丁酉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喜灾祈安法会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义工法工们，也就是台中道场黄全峰黄贤士，黄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雅琪师姐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星大德以及显示同修大家好，我是19届黄全峰，阿弥陀佛。好，接着要介绍的就是台中道场的也是我们的义工吴玉儿吴贤士，吴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雅琪师姐啊，各位电视前面的三星大德还有各位显示同修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0届吴玉儿，阿弥陀佛。如果我猜没错的话，您不只是在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是同修，对，也是夜间部的同修，对。因为平常呢，每次看到我们所有的法会啊、法工啊，都可以看到你们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哈、哦。所以叫做夫唱妇随，对，是不是？是。两个同样都是第几届？我是19届，我是20届，他是20届。为什么慢一年？因为那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他因为还有小朋友的问题，是、啊、所以说我先进来读，是。后来他就是时间可以的话，就再进来读这样。是孙娜还是？没有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有这是自己的儿女。哦，是啊、哦，是，对对对。儿女为什么叫小朋友？很小吗？没有啊，因为我们永远是觉得他们是小朋友。没错，你说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访问到了一个，他今年哦100多岁，对。但是他的儿子呢是快90岁，
他也是说，哎呀，我家里还有小朋友在，友 对，真的就是小朋友。是所以呢，孩子永远在父母亲的眼中呢，都是小孩子，不管他几岁啊。不过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么样的一份的慈悲心嘛，每一次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些法务的工作呢，都可以看到二位哈。那现在呢，我们丁酉年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什么时候开始忙碌？什么时候是义工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前置作业贴年尾，就是从这个礼拜三开始，礼拜三、礼拜四两天，29、30两天是，嘿，对，要开始前置作业，请那个祖先或者年尾先请上莲座，是，嘿，对。师兄也是吗？是，对，是，就是10月15号，就是正式我们法会开始，是，哎，有迎魂的动的那个法仪，所以说前置作业一定要先把这个年尾弄好，对，对，好，那我们在贴这些年尾的时候，有哪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来，师兄。我们贴年尾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很谦卑、很恭敬的心，什么动作的，就是说，所有事情的时候。那你做认真做啊，但是爱较细心啊，不可以就是大细声。好。就是要贴上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阿弥陀佛啊，贴好了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哦，是，就是要很恭敬。是是是。我听说在贴莲位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组的莲位，都没在欧北恭维。对对。你不能讲那些很奇怪的话。是是是。不能没有礼貌。不能没有礼貌。哎，对。是，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做？我们就是先莲位，从莲那个原子法师他们列印后，我们上山说请到那个坛城之前，先把那个七缝先撕，小心的撕。如果不小心撕的破的话，你要去修补的工作。最后这样贴上，如果细细的撕，才不会有那个破洞。破洞你要去修补，那贴起来的话，整体就会有。比较不完美，对，就是这个部分做以后，再重新要编号，10个连位1个编号，哦，嘿，这样子以便说现身大德来的时候看的话比较明确，好，嘿，对，是是是，所以这个贴连位哈有学问的，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那么多的连位呢，贴的这么工工整整的，一直线的，而且拍得很整齐，有没有特别的技术？特别技术没有人，纯粹是因为做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把莲位每个通通拆开，那就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贴。后来对，后来就慢慢的就知道它的那个诀窍。后来现在大部分是差不多10张一次贴这样子啊，贴起来比较漂亮。是，对。法会的期间，因为呢，我们这个7支的灯糕啊，7个顶歌有7个幡，招请了就是诸佛菩萨呢，还有这些法界灵界的这些的朋友来哦，所以是非常殊胜的。在我们整个总本山呢，除了你看得到的师兄师姐法师什么所有的人之外了，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还是很多，所以说也请我们的这些显示同修们，这些信众大德们，你们上了山以后呢，怀着恭敬的心之外，千万不要乱说话，是不是要这样子？哎，对。所以说这么样，因为多年来都有这个经验了嘛。那是经验累积。是是。那我请问一下，这2天，因为前置作业有2天嘛，把年位都贴上来了以后，就没事了吗？会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山上有什么工作没做的话，我们可以是主动会去帮忙。哎，是是，对，是。大家久了以后就是没事找事做就对了。对，自己找工作，做自己找工作嘛。对，而且我们也有。有排班，就是说要做那个，就是楼上那个供养的事情，辅桌吗？就是不是辅桌，护坛。哦，护坛啊，对，护坛。护坛其实很辛苦的，还好。因为护坛不是要那个炉的，所有的香不能灭掉，是，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师姐你知道还是谁知道？那，你告诉我嘛，师兄。那个护坛就是说，除了
这个香不能灭掉以外，那个我们就是还要再准备供品，就是要那个供桌，是那个都要做，还有晚上的话，大家都忙好了，对不对？还要在那边，就是要那边在那边护坛，顾晚上的非常的殊胜。顾晚上到底要怎么顾？就整个坛城就都没有人，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我们曾经一起做过，就两个人，就整个坛城都两个人，然后在那边要负责那个油灯，还有香，是，还有那个花的天花的水，是，灯通通弄完了以后，就是在那边注意就好可是那边真的感觉非常的殊胜。你这殊胜的感觉是怎么样？可以分享一点。所有的诸佛菩萨都在那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那里，那个真感觉完全不一样。好，跟大家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心可以非常的静。是，师姐你也感觉这样吗？对，我们一起做过。是，所以如果说护坛就是排你们两位一起吗？我有时间的话尽量参与啊，如果没有的师兄跟其他的师兄一起，对。晚上的护坛一个阶段大概几个小时？也就到第二天。第二天早上六点。到第二天。对，早上晚上我们法仪圆满以后，到第二天早上。你要站那么久吗？不用站。不用站啊，在那边可以坐着。可以坐着。对。就是要注意时间，这些我们的油灯啊，注意它的灯火有没有亮。是。然后我们的主坛的香要继续的一直延烧，一直要有香在。是。真的很殊胜，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诸佛菩萨都在。那当然了，我们可以相应心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公社联位啊，在每一年的法会啊，尤其是阿弥陀佛法会或者是王禅老祖圣诞法会，我们都有公社联位的哈。是。那为什么公社祖先的联位？我听说这次你们有公社祖先联位。有。是为什么？其实祖先联位每一年从进宗门六年，我100年进来的嘛哈。是。师兄是99年进来的，要一直有公社祖先的联位。比较特别的是妈妈往生，妈妈往生以后，那一年去年妈妈往生，刚好是阿弥陀佛圣诞这个法会，就49天很殊胜，是，对，我觉得妈妈很有福报，是，对，你为什么在去年就是妈妈刚往生的时候来公社这个联位，为什么福报？我想你要分享给大家。因为妈妈往生，她是因为胰脏癌往生，从知道到离开是2个多月。是是。嘿，那时候造成家里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是。嘿，师兄，我叫师兄跟公公，两个人都瘦10几公斤。是。对。是。那时候刚好妈妈是8月25日子时往生的。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水流发挥，我就想说，那时候就是说刚好就是我们这阿弥陀圣诞嘛，法会啊，我们就来干，除了公社祖先联位以外，公社妈妈个人的联位，来祭拜他，是，中间就是说因为爸爸跟妈妈两个感情非常的好，是以前呢常常跟我们上暹罗寺拜拜，是，可是那一次，爸爸因为伤心，所以我们设联位以后要请他来拜拜，我们要上山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自己去了，我不想去，因为怕伤心。是是是。结果妈妈就在家里示现给他看，就是，就是，在那个柜子里面有人在敲柜子，爸爸起来之后跟他爸爸知道应该是妈妈跟他讲话，那个声音就没了，他没讲声音又来了，是，对，是，后来就是要第二天爸爸要占卦，占我跟他说妈妈哈，妈妈要你上山，结果上山，对，结果就跟他我说在他一起跟陪爸爸妈妈一起给爸爸一起上山，是，拜了以后
家里就就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敲橱柜了，没有没有，对，所以说了，这个就是夫妻连心呐、啊。那因为就是先生可能体谅过往的太太，上去会伤感，会伤心，所以还是由你们来代替。是，但是没有想到你的母亲还是执意，对，还是要还是上山嘛，很执着，对，一定要爸爸当。我可以看到你这位为人媳妇的，对自己的婆婆就是这么样的孝敬哦。这种心态呢，谁说婆媳之间的问题延续到现在？其实有的人很好很好的哈，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公社联位啊，就是有人刚刚往生，最好在100日之内来公社是最好，年内来公社是最好的。对。那再来就是说，公社联位为什么引魂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引魂，因为我们人往生以后有一条灵是，比如说现在就是火化嘛，好，就是一条灵，一条就在祖先的牌位，是啊，一条一定是还在家里，是，对，是啊，妈妈那时候因为是在二楼往生，那个礼仪公司他因为妈妈遗体是请到楼下，二楼这个部分他没有帮我们处理，我们也不会，就是到今年正月初一，我们就是依照我们都是。家里因为楼下这工厂有供奉福德正神，是，我们拜拜的时候一直保不会就好奇怪，奇怪，我师兄保不会，我就说，他说不然你让你保不会啊，我奇怪不知道是怎么突然而然说，请示福德心经说是不是因为妈妈因为爸爸这种情形一直也是延续很多天，我说是不是因为妈妈还在家里？真的是有圣杯呢，是，一定要爸爸回来奉香以后，才要让我们跳金。爸爸一直到我打电话说：“爸爸你在哪里？”我在外面，那你请回来好不好？他知道我请他回来就是有什么事。一回到家里，爸爸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他爸爸就去奉香了，奉香以后再请示福德心经说：“那我可以化金子吗？”他说：“可以。”好，那就发金子了。就是这样子，以后刚好有一个因缘，师兄在看师父的那个录影带的时候，看到刚好一个引魂的花衣，是，刚好有那个机缘接触到，就接那个花衣，请当地的那个福德星君引妈妈的魂魄往我们仙佛寺去，因为刚好那时候是要水陆法会了。是，因为时间有一段时间了。是，那个时候就之后爸爸就没有那种情，妈妈就没有视线那种情形给爸爸看了，因为他已经安心了。对，因为祖灵已经安心了，就是会视线给我们杨氏的人或者是子孙，让他感觉到说啊，祖灵不安心。对，还好，因为你们有入了宗门，学到了我们易经风水的妙法，让我们的妙法让我们的祖灵安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不是在阿弥陀佛法会的时候有公社祖先的灵位？有，一定有的。是，对，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入宗门以后，就每年都有公社。是。在我们仙佛寺以外，在那个三宝寺那个盂兰盆法会，我们都有公社。是，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公社祖先的灵位呢，其实就是报恩感恩的哈，因为我们是杨氏的子孙，虽然是自己的子女啊，但是父母亲往生了，我们一定要尽孝道啊，借由我们神佛的威德力，让我们祖先祖灵都能够安心，而且祖灵安心在我们这子孙呢，不管你从事事业啦、读书啦、工作啦，身体的问题就会健康了。要不然的话，可能呢视线出来，万一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啊，一直找医生看没看好，这个病越来越加重的时候，其实这是麻烦很大的事情哦。所以功德无量的这一对的夫妻哦，就是常常在法会里面呢都做了很多的法功哦。做了法功以后，你们觉得这几年来都做法功有什么样感觉跟心态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师兄？我这几年来我觉得做法功也是我们一个
一个生活，就是当成我们是平常的那个非常好生活。你说有什么特殊的说什么感受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只是我们是觉得老祖诸佛菩萨都在我们身边，是是的。但我们要有什么事情重要的时候，他都会借着各种因缘去示现给我们看，是没错。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这样非常的棒，是是。对，凡是进来我们维新圣教，跟随着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师父混元禅师，我们来学修，其实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觉，但是你发觉真的就是常常师父开示的入我们不平，对，真的你会觉得你的内心呢是很丰硕的，而且呢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一提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是非常知足非常满足的人了。是，所以师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入宗门以后，其实，我师兄的事业遇到瓶颈，是，刚好有这机缘，他让他入宗门修行，好，全心，这比如说这两年真的考验很大，是，对，师兄压力也很大，我说没关系啊，那你就全心全意去读书，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入宗门以后最大的得到的就是平安。是安心，是孩子师尊会帮我照顾，是，对，就像小儿子他找事业也是靠卜卦去找，他已经上班三年了，做得很欢喜心，他还是宗门的弟子，是是是，非常好。所以现在夫妻一起来上课学修，那法工呢又是一起哦，这个天大的幸福啊。对，有些真的是家里可能非常的富有有钱，可是呢先生可能在很遥远的地方工作，他在家里等待啊，这种也是心理上也有是一种有交集啦哈。对，不过呢就是说我想入我们的宗门啊，就是最主要师父就是鼓励大家夫妻双修，原因就是这样。还有我们宗门呢，你进来的时候除了我们诵经做回向，我们多修心修苦养灵之外，每逢我们有法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公设联位来做感恩跟忏悔。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做报告，就是丁酉年我们恭祝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呢，我们有恭祝呢就公设了八件祖先的联位，还有个人亲友的联位，以及冤亲债主的联位，还有就是度我们身上衣服灵的联位，再来就是父母亲也很不愿意但是已经发生了婴灵的联位，另外就是地基组的联位。地基组包括不是只有我们家庭而已哦，就是工厂公司以及盈利场所。再来呢就是拔剑十方有缘诸灵大联位啊，这个就是我们做一种布施啊，我们就是发挥我们的大爱。为什么呢？也就是落桃落位，或者是哪个地方常常发生什么比较不吉祥的事情，你可以公设在我们辖内公设这个诸灵大联位。再来就是个人的大联位，以及可以用普桌的供养占卜哈，这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在借由法会神佛的威德力呢，让家家户户可以得到平安，而且呢可以让我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了。那希望呢就是说这次的法会借由师兄还有师姐哦这两对夫妻啊贤伉俪哦，能够呢再更尽一份的心力，让我们在这一次的丁酉年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由于有我们这些的法工义工们呢可以更加的圆满。而且我们也希望这一次我们的法会呢真的就是呢祈安消灾，大家可以达到心安世界和平的境界。今天谢谢两位来接受访问，谢谢谢谢谢谢感恩感恩阿弥陀佛，同时也感谢收看义工丽人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阿弥陀佛。